《大秦帝国》第五部，《铁血文明》第十三章，《铁血板当老夫以为此事非同小可，我等当立即奏明皇帝。厅中没有一个人说话，但却人人都点头了。四更时分，扶苏突然接到一道紧急诏书，来下诏的。 是上卿郎中令蒙毅，皇帝的诏书只有寥寥数语。扶苏不明大事，不察大局，固执一己之见而搅乱国政，孰为迂腐？今受扶苏九原监军之职，当即离国就任，不奉诏不得还国。始皇帝三十五年夏，夜不能寐，而一直在后园转悠的扶苏。 是在庭院堂前遇到蒙毅的，一时大觉突兀，又似在意料之中。接过诏书，只低声问了一句：“敢问上卿，父皇发病没有？”蒙毅一拱手道：“赶紧长公子厅堂说话。”扶苏见蒙毅没有立即要走之意，木然一拱手，将蒙毅礼让进了刚刚重新点燃灯火的正厅。扶苏懵懂入座。 蒙毅吩咐所有仆人侍女都退出大厅，又命自己的卫士守在廊下，不许任何人靠近，这才坐到了扶苏对面大案前。张公子，陛下很是震怒。蒙毅只说了一句，轻轻的打住了。扶苏依旧木然着，没有泪水，没有叹息，只入一尊木雕。蒙毅默然片刻，一拱手，低声道。 长公子，听臣一句话，尽速回九原，不能固执了。扶苏艰难的撑着坐案站了起来，长叹一声，转身便走。蒙毅一,一步跨前拦住道：“长公子莫急，听臣将话说完不迟。皇帝并未限定今夜，明日之内北上无事。”扶苏还是没有说话。 只木然地伫立着。长公子，臣实言相告。蒙毅从来没有过的阴郁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此次长公子擅自皇国，剑祖坑儒，实在一大憾事也。此前，陛下已命我暗中筹划册立太子大典了。不和长公子不耐一事，擅自皇国，皇国罢了。 不和战公子又一坐再坐。初次，两都得赵高委婉推脱，便当见机离去。让公子，却因我一言，将赵高推作误作皇帝不知，简直请见。见则见了，陛下虽则震怒而骤然发病，毕竟还是前所未有的，对公子说了那么长的话。那时公子若走了。 或只在府中读书，或只在皇城侍奉陪伴陛下，也没事了。不和公子依旧不忍，又找去丞相府论说，说则说了，又那般激烈。如此折腾着再三，必迟，陛下不得不出此一策。上请明言，辅苏政见错在何处？张公子知错。 可说不在政见本身，不在是否反对康儒。蒙毅积极而坦诚。恕臣直言，公子之错，在于决策已定之后，搅扰国政。我知道，公子也一定知道，我兄蒙恬也未必赞同康儒，因他至今没有上书陛下。在直言香港，蒙毅也以为此事值得商榷。还有。 老奉长胡无敬，也曾在校朝会反对。然则，我等没有说出来。胡无敬说了，也是适可而止。因何如此？时也是也。此时此事，不是迫于朝议，更不是迫于皇帝陛下之威严压力。此时此事，乃天下之大事也，乃新政之大局也。今日如案，事实上。 已经不仅仅是刑法宽严之事了。复辟反复辟，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争也，谁能说皇帝陛下之决断就一定是错了？王毅与家兄不言，胡无敬言则适可，根源都出一辙，既拿不准自家是否一定对，也无法判定皇帝陛下一定不对。论天赋，论才具。 论坚毅，论洞察，论决断，皇帝陛下，皆超越古今。我等何有执意疑虑？更何况，皇帝陛下确实对儒家做到了仁至义尽。是儒家有负秦政，不是秦政有负儒家。几乎你我反对坑儒，你能说儒家没有违法吗？不能。当此之时，如同战场。 军令一旦决断，便对三军用命，不许一役再出。公子试想，今日陛下若是你自己，朝臣反复议决后，仍有一个人要再三再四的固执己见，且此人不是寻常大臣，而是万众瞩目的国家储君。你将如何处置？那日，皇帝曾对公子反复讲说洞察大局的谋略之道。 永心良苦也，公子，何以不察若此哉？素来寡言的蒙毅，突然打住了，良久无言。扶苏对蒙毅深深一躬，转身大步走了。长公子，扶苏没有回头，伟岸的背影在大厅的灯火深处摇曳着，渐渐消失了。蒙毅伫立良久，出门去了。回到皇城。 狼藉一片的书房里没有了皇帝，几个侍女正在惶恐万状的规制着诸般物事。一个侍女说：“皇帝陛下挥剑打碎了三只玉鼎，中车府令抱住了皇帝的腿，也被皇帝打得流血了。后来皇帝一个人怒气冲冲出去了，中车府令瘸着腿赶去了。”蒙毅一听，二话没说，便带着几名尚书向池畔树林寻觅而来。 终于，在朦胧清幽的太庙松林前，蒙毅看见了踽踽独行的熟悉身影。骤然之间，蒙毅泪如泉涌，匆忙大步走了过去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，只默默地跟着皇帝，漫无边际地游走着。说话，嬴政皇帝终于开口了：“禀报陛下，长公子知错悔悟，清晨。” 便要被去了。那头犟驴，能听你说。皇帝的声音，赤色萧瑟。陛下，张公子于是有主见，未尝不是好事。秦筝弄丹贤好个屁！王毅偷偷笑了，皇帝骂出口来，无疑便是对儿子不再计较了。 大约只有蒙毅、赵高几个人知道，皇帝极少粗口，只有对自己的长子扶苏恨铁不成钢时，狠狠骂几声，骂完了便没事了。正在此时，蓦然传来皇城桥楼上柔和浑厚的钟声。蒙毅轻声道：“陛下，臣钟，该歇息,息了。”嬴政皇帝却突然转过身来：“蒙毅，跟我去北坂。” 蒙一方一愣怔，又突然明白过来，立即答应一声，快步前去备车了。清晨的北板，无边无际的六国宫殿，在茫茫松林的淡淡薄雾中飘荡着。此时，咸阳至九原的直道已经将要修成，出咸阳北门直上北板，掠过六国宫殿区，抵达甘泉宫，便进入了直道的起点——咸阳至甘泉宫路段。 是内史郡干道之一，宽阔平整，林木参天，气象规制皆同关外大道。当扶苏匹马出城，一气飞上北板时，正是这片被化作皇城禁苑的山原最为清净无人的时刻。扶苏驻马回眸，良久凝望着园下沉沉皇城，一时悲从中来，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了。 父皇这次的震怒是前所未有的，断然一道诏书将他赶走，连见他一面也没有心思了。扶苏不惧父皇的任何惩罚，打他骂他，生活叫他去死，扶苏都不会有任何不堪之感。扶苏不能忍受的，是他给父亲带来的震怒伤痛，是他再次激发了父亲的吐血顾忌。身为长子。 扶苏深知父亲秉性。父亲的灵魂中有一座火山，一旦爆发，便是可怕的灾难。扶苏听各种各样的人说起过父亲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扶苏也不断的咀嚼着父亲，渐渐的有了清澈的印记。在扶苏的记忆中，父亲的几次爆发都曾经几乎毁灭了一切，连同父亲自己的生命。 跟随老祖母太后的老侍女说过，父亲少年时期因不能驯服一匹烈马，摔得吐血；后来又在立太子的教务中，用短剑刺伤过自己的左腿。扶苏从老侍女的口气中听出了究竟，其实完全可以不那样做。但最令扶苏惊悚的，还是父亲做秦王的两次爆发。第一次是痛恨老祖母有失国体。 杀死了老祖母与嫪毐的两个私生子，还杀死了据传十七十余为老祖母说话的人士。老祖母晚年自甘接受形同囚居的寂寞，其实正是恐惧父亲的爆发。第二次，是那天下皆知的逐客令。事后想来，逐客令显然是一则极其荒唐而不可思议的决策，但盛怒之下的父亲。 不由分说便做了。听蒙恬说过，那次父亲也吐血了，这便是父亲的爆发，摧残自己也毁灭大政。后来的父亲，再没有了这般不计后果的爆发，但却不能说父亲没有了真正的暴怒。唯一的不同是，锤炼到炉火纯青的父亲，怒火爆发时不再轻断大政，而只有摧毁自家了。 扶苏不止一次听人说过，年轻时父亲的体魄原本是极其强健的，直到平定六国，父亲始终都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。可就在将近十年之间，父亲骤然衰老了。自从听到方士住进皇城的秘密传闻，扶苏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及至这次皇国，眼见了父亲因自己而突然喷泄昏厥。 眼见了老方氏施救，眼见了无比强悍的父亲，在那种时刻听人摆布而无能为力，扶苏的内心震撼是无以言说的。蒙毅说的对，自己不该在如此时刻，如此固执于一宗儒生案。自己若果能如父亲所教，能有些许谋略思虑，事情岂能如今日这般？做不做太子？ 扶苏还当真没放在心上。扶苏失悔痛心者，迅速衰老的父亲，是在最为忧心的时刻，被自己这个长子激发的顾及重发了。长子者何？家族不足之第一良助也。而自己，非但没有为父亲分忧解愁，反倒使父亲雪上加霜。如此长子，人何以堪？ 父皇，儿臣去了。扶苏面南伫立，对着皇城的书房惦记素人长跪，六次重重扑拜叩头，额头已经渗出了斑斑血迹。清晨的霞光中，扶苏终于站了起来，一拱手高声道：“扶苏不孝，妄谈仁善。自今日始，父皇叫扶苏死。” 扶苏亦无怨无悔。扶苏艰难的爬上了马背，那匹罕见的阴山虎马瑟瑟嘶鸣着，四蹄踌躇的打着圈子不肯前行。一时之间，扶苏泪如雨下，扶着战马的长宗哽咽了：“老兄弟，走吧。咸阳，不属于扶苏。”突然之间，阴山虎马。 昂首长长的嘶鸣一声，风驰电掣般飞进了漫天霞光之中。这一去，复苏再也没有回到大咸阳。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十三章《铁血板荡》之六，《铁血坑杀》震慑复辟，两则预言惊动朝野。 立秋时节，骊山谷前所未有的被选作刑场，人海汪洋不息。秋月行沙，这是华夏最古老的传统之一。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孟秋之月，以立秋，是月也，修法制，绝欲讼，徒有罪，严断行，天地始肃，不可以盈。” 这般天人交相应的正式规矩，在那时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识，谁也不会惊讶。关中人众所以惊讶骚动，而络绎赶来者，对将骊山选作刑场之不可思议也。一统之前，秦国刑场立在咸阳渭水草滩，从来没有过第二个大刑场。 这次大行确定在距咸阳将近百里的骊山，大大的出乎所有人意料了。盖骊山者，关中吉祥之地也。丽者，纯黑也，与秦之上黑暗合，大得秦国朝野喜好。骊山之名两说：一云岐山纯青色，又形似立马而名；一云春秋早期。 之古丽荣部族曾居此地，出过一个大大有名的美女丽姬，因而得名。然则，骊山之被天下视为神异之地，更重要的原因却是，骊山是始皇帝的欲选陵寝之地。自嬴政做秦王开始，秦国的三太、太庙、太史、太卜便一例开始了为秦王选定陵墓的筹划。 虽因种种急症而断断续续，终究是一直在进行着。大约十多年前，骊山方圆二三十里之地，才正式被划作禁苑之地，工匠开始了进入。目下，这皇帝陵园虽远未成形，然其大体的格局气象，还是已经具备了。当此之时，要在皇帝陵园区内做刑场。 这岂不荒诞吗？然种种消息议论之中，也有一种清醒的说法：将大刑场定在骊山，是皇帝陛下亲自决断的。这是迁入关中的六国贵族聚居之地，皇帝就是要这些贵族看刑场。消息传开，关中秦人恍然大悟了，怪不得军县官府连日飞马下令各乡亭里。 凡新入山东人士，务必在立秋之日赶赴历山谷观行，违者依法严惩不贷。而对已经大为减少的老秦民户，官府却只一句话：想去便去，由你。舆论疯传，老秦人反倒大大生出了好奇新鲜之感。许多人要看官行，也有许多人要看看从来没有见过的帝王陵园究竟甚样。 于是，立秋日一大清早，四乡民众便络绎不绝地奔向了立山谷，与口音各异的六国贵族们交汇成了驳杂不息的人流，种种议论飞扬不亦乐乎。此时，秦政禁议论很是明确，禁止以古非今的攻击言论，而不是禁止一切人议论一切国事。 以始皇帝君臣之为政锤炼，决然不至于愚蠢到不许民众开口说话的地步。为此，此等场合的消息流布、议论生发，依然是前所未有的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